看到一大群人坐在地板上被几十位员警团团围住，有些正被警方上铐，有些则醉倒靠在同伴身上不省人事。还有酒客不愿就范，不断在地上扭动。台北市仁爱路一个酒吧外，酒客酒过三巡，疑似在店内起口角，大打出手，从店内一路打到店外，最后演变成大斗殴。越打越乱，然后就打越乱，越打越乱，越打越乱。 警方货包后到场，立即把斗殴人士压制。不过，就算已经上了警车，仍有酒客不肯配合，跟警方呛虾。没关系，我帮他防空啊！你再啰嗦啊！我不要，安静，安静，有问题就安静啦。目前警方已将参与斗殴的分子全数上铐，带回警局讯问。